墨西哥拒绝当卖票小子，逆天剑姬拯救 RNG， 儿子握紧拳头兴奋狂呼布雷泽。就在今天， RNG 和 LNG 为争世界赛最后一张门票展开了殊死一搏。在第五局决定生死的时刻，在全队无人能站起慢性死亡的时刻，被团队战略性放弃前期牺牲位屈辱了20多分钟的呼吸哥站了出来，在阿乐送出的口子意见砍在了 LNG 的大动脉上，自此激活 RNG 吹响了反攻的号角。也正是这波的搏杀挽救 RNG 于水火之间，避免了互联网血流成河。意见天堂意见地狱，呼吸这一剑是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去搏杀，却为 RNG 搏了个朗朗乾坤。任你麒麟云中线，我呼吸意见开云雾 UP。 个人建议其他队员都给呼吸磕一个。当然 RNG 也必须感谢阿乐，他亦是 RNG 的救世主。今晚吃庆功宴，建议给阿乐留双筷子，只能说50块与50亿，他选择了前者。对此各路解说也是锐评不断，一起来欣赏下吧。来开个皇冠，主动出击，阿乐给大招，这里绿毛直接把大开了，小火过来一个 W， 直接把阿乐秒了。看一下后血，卡兹敲进化，一个耶 ，W 回空血，但是小虎位置还行，有表，还不错。喂，布雷泽，布雷泽，喂，布雷泽，无双剑姬，小龙大龙全到手。纯粹的英雄布雷泽，还在点，还在点，在狂点，恭喜 RNG， 打拳，打拳，打拳，老子还要上勾拳，打拳，我感谢布雷泽，为什么是紫卡的功能预警？哇，这把布雷泽直接证明自己谁才是剑姬的神。哎呦，布雷泽讲实话，这把打完回去四个真给布雷泽磕一个吧，真的纯磕，不开玩笑。我感谢爷先给布雷泽磕一个的高能预警，谢谢老板，真要磕一个。哥们这五把玩的太累了，说实话确实累，是玩他这五把游戏起码被对面中野抓了有10次吧，不止，五把加起来感觉还不止10次，平均每一把被抓2次，直接 MVP 兄弟，这把他值得。别说这把了，我说实话这个 BO5 给他一个 MVP 都值得，总局 MVP。 他被李宁基的中野已经搞到昏头，但是他还在 C， 纯粹的猛。哎，他们，我跟你说，他们等会儿绝对去吃庆功宴，然后庆功宴上看到阿乐也在。来加速，想抓贾克斯，但是能帮忙跳摸眼啊？能走吗？瑞兹也踢不到正面，这波团决胜负了。阿乐死了，舍利拿到一个终结，有机会，但是大比老师这伤害打得好高啊，有点小可惜，这个剑姬得先处理。但是这个瑞兹伤害打团，哎，闪现把猴子杀了，这个剑姬要操作了，我操，翻了，站起来了，这是剑姬选的好，他终于站出来了，翻了，哇，这个剑姬打得好，我操，打我脸了，真对呀，就叫证明自己呀，用你的操作来回应别人的质疑，哎呦，阿乐这波太浪了呀，阿乐，完了呀。这阿乐犯大罪，这波滚着打，等轮子妈就赢了的。开香槟，哦，来自美国喽，我们是冠军。我操，这他妈给他翻了，阿乐沾饭了呀！最后这一把沾饭了呀 ，Lab 不被抓，稳稳拿下的，不被抓打团真的稳稳拿下的。哦，这局真的能赢阿乐、拉伯、小龙太关键了，完了，看了，哎，这局真得给剑姬磕一个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这 BP 做的他妈是屑，一坨屑。他们对内给剑姬磕一个，这剑姬给贾克斯磕一个，互磕。这边你是不想放了，想过来打，但是布雷泽这边连这个死五都没有啊，得抓着阿乐砍，布雷泽他站起来了。这面一个 W 怎么说也没有给阿乐，没了，
这边永双没有永双到，对面这边过来开始继续输出，但他输出好低，他一身的护甲。今天对面顶在前面好肉，布雷泽闪现过来一刀捅死了塔赞，那难道他要自救？这边对面也没了，水龙拿到 RNG 难道要翻？这边还有大龙，我操，他要完成救赎，布雷泽啊，他真的要完成对自己的救赎，我他妈不卖票。他一边打一边在那里喊，我他妈的不卖票，听得懂不？我操，这波布雷泽就是神，兄弟们，没有人能说他不是神。这波布雷泽他太关键了，没卖上票啊，兄弟们，只能说没卖上票。这一边砍一边在那喊，老子没卖票，别鸡巴叫，老子不卖票，让我们恭喜 RNG。 但是他们并不兴奋，阿乐郁闷了，那波不被他逮到的话应该输不了。我只能说布雷泽他证明了自己啊，我只能说布雷泽他证明了，他打得真挺好，打得真挺好的，有一说一，打得是真挺好的。布雷泽来了，这局还能绕，闪现直接戳死他战布雷泽，再戳死一个辅助，开大打出复活甲，龙有了呼吸哥，我操，绝技呼吸，都能呼吸了，呼吸哥拒绝卖票，自力也能充电，还是给机会了呀。再看这波阿乐其实第一时间就有机会跑，确实后面再想跑已经被粘上了， Q 杀他的弱点刚好在脸上，天选两个弱点全在脸上，这只需要 A 加就可以拿到 S12 的门票了。可以了，直接 A 加 RNG， 剑指剑指，这场比赛拒绝卖票，呼吸哥，这一把真的是自己 C 的呀，那一波太关键了，可以，呼吸哥能呼吸了，顶级白忙活，那还行了呀，至少拼了，拼搏过了。有的队伍不为了不白忙活，直接选择不进入季后赛。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小看一下，小看一下。很早有人就预言 WES 十三冠军了呀，终于等到了 S13，快了，就在明年，就在明年。这对比好肉啊！你看，剑姬再立功，投资一个，再还有我们还有又下一个。剑姬再立功，布雷泽！哎，这波这也能闪现开吗？不知道啊。这阿乐为什么要在那里装呢、啊？阿乐直接走不行吗？阿乐好装啊！他自己身上有眼的，还搞得自己毛过去给他插个眼。阿乐是都不叫那个闪现，就硬装，真的硬装。这纯装，这波这不是阿乐死了也无所谓 ，RNG 要四打五，那不是阿乐先死的问题吗？他要四打五，不是，那是因为阿乐死了 ，LG 急了呀，不让急是吧 ？LG 前期这么投资精力帮上的，不能这样说呀。你看他有眼的，他为什么不跳？干什么？你跳啊！哇，跳了被卡了。那你叫闪呀，这个时候你看你不叫闪魅惑了，直接死了。他一开始没被魅惑啊，他跳下来没被魅惑啊，小威跟剑姬操作不了。哇，好帅呀、啊、真的帅，兄弟还把血阵敲出来，他站出来了，他思路好清晰呀、啊、这波恭喜RNG顶住了。说了你们点那个三十名次什么东西、啊、又不是你说跟对比当队友很舒服的，对呀、啊、知道了，你说跟对比当队友很舒服的呀，确实舒服呀，前面硬币哥该帮的也都帮了。哎，这把认真讲，阿乐真的把一局游戏直接送掉了，可以，最起码 Breeze 完成了自己的诺言，绝对不靠春季赛的积分起，这把确实有点靠这个晋级。无尽也没有，这放龙了呀，三条水龙先放了，放点，这不放吗？疯了，晨，我操，摁超了，猴子来不了，硬超了，没人，不要想着猴子来不了，没人，哎，武士大师被绑了，
什么意思啊？能打了呀！啊，直播团好，能打 B 二的下打了。大主播有点肉，大主播身高第二的，我的超人全身，大主播，快不全身，我操你妈！全身我操你妈屌！太愚不屌！我操！我操！不卖票了！这波就是你们黑暗的二十分钟，总有光明的一刻！我操，全身！天亮了！我操！比哈特这个他操作，你以后再送一万波，你都三级了，你先是逮到阿乐，日你妈猛打，他下去把他妈那个猴子逮了，我操，太变态了，那一下挡了所有的伤害，要上刀他对面，被他打烂了，他不知道凭什么上去干那个假的事，变态，他就看到上路猴子不在，对，他一秒都上去干，他一下去输了，我操，比哈特，我本来是妈一片黑，别放歌，别说放歌。不放歌，一片黑的时候 ，RNG 突然一道剑光劈开了这道云，我操！我要前面真的是麒麟要线的，都是云，突然间一道彩虹，就 RNG 头上本来全是黑云，突然一道剑光，就成这突然间劈，这才是决赛。剑来，我操！一道彩虹，直接把这道乌云你妈的给他开了。陈建真的发狂了，他不管了，他真入魔了，他出下去也输了。我操，陈陈，关键是这是你妈发狂，我操日，好出快。本来压抑的一逼，我操！本来就是图书馆呀，该逼他们没我们积极。我跟你说 ，RNG， 恭喜 RNG， 我操！这一把是他们的生死局，是整个俱乐部的生死局，我感觉。是他们五个人的生死局，五个人输了，掉入万劫深渊。别打！我操！最后一枪！我操！要跳篮的！我操！晨晨，又是这一届。鬼晨晨不卖票了，劈开了十二件衣服跨过去了 RNG。 但是 RNG 有一说一，因为经历 MSI 图书馆打完之后整队被削，最后这版本差点被拦住，还是站起来了。我操， RNG 值得 respect， 大主播也值得 respect， 大主播现在打得够好了，不是两个队都是 respect， 李林也打得够好了。今年 LPL 四个代表队都很猛，感觉又有机会了。给我们三个比安吉，我太激动。安吉生输不起了，这把输了，整个队没了，他真的没了。所以说，比哈特最爽的就是他自己救赎，他自我救赎。他去年卖票，今年救赎，顶级剧本。今年看好陈晨了。我是剧本太变态了，这剧本。抽一万，抽。旁边比哈特给压力，正面小威怎么说？打，比哈特要拯救吗？拯救。说话，老子还在呼吸。什么巨大超级巨大的劣势，李林记花了五秒钟又送没了。呼吸修好了， RNG 的摄像头呼吸把整个 RNG 全部打摄像头打好了，把后排的摄像头都打出来了。仔细说话 RNG 在大家脚趾拇抠烂的情况下，他们居然完成了逆天大翻盘，夸张的比赛，只能说 LPL 的竞争太夸张了，猛男队太多了。这一波龙团 RNG 是要四打五了，小虎这里想回家踢过来，但是这一波闪现创胡锡哥用 W 挡了，绿宝贝要被秒，他在被秒， RNG 这波团要赢了， RNG 这波团可能要赢。奈特这里还在搜，还在 A， 但是 A 不太动人，而且这一条龙感觉 RNG 这边是要拿下来，先收一个胡锡哥，这里胡锡哥有 W 吗？血之出发，这一波 RNG 拿下来了。我就说 RNG 要靠谁，要靠乐乐， RNG 要靠乐，RNG 靠谁都没用，要靠 RNG 呢。RNG 这一波剑姬神勇发挥，把一切的劣势全部搬回来了，全部。这波阿乐没有用果断用闪，直接被摁牛住。RNG 呢？再看一下这一波，这里阿乐第一时间也不点眼跳，他也不 Q 那个爆炸果实，不知道在想啥，然后就送了。而绿宝还过去救他，大招也用了。RNG 这边更衣室全部站起来了，妈的，突然看到 RNG 这更衣室有点下头，我操，激情瞬间没了。呼
胡西哥靠自己，不当守门员，不对，不当售票员。一波了 RNG， 哎我操！但是 RNG 这边选手表情完全不一样。如果这一盘是李宁机赢的话，就是五个人站起来抱一起的那一种。追三，我真的也不说夸张的话，他们今天这再被让二追三，真的不用说，真的解散这些的，就选手的内心啊，已经是重创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可能心脏是在，是好好的在这儿，就是被人拍打了两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痛，是直接深深的被拍了两下，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但是太痛了。但是好在 RNG 守住了，真的这一盘真不能输呀 ！RNG 真不能输呀！有机会，塔赞把自己的大招交完往后走，这边小威扛一波闪现上来 ，Brave 直接戳死了塔赞，这波怎么哇再杀一个？打住吧！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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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my god！ 这波 RNG 拿下金白龙，而且大龙也有机会。阿乐，你在干什么？呼吸，呼吸，这波好猛啊！好猛啊！这波呼吸，哎，这个 B 五真是上单的那个对秀场对决，是的。相信呼吸，把呼吸打在公屏上。如果从这个角度反推，硬币哥的装备有没有伏笔？说实话，阿乐那样送不完全有，对，给他个帽子，对，不完全有，对，应该是不完全有，就都有问题。对，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团战了。对啊，主要是这波是因为阿乐送了呀，感觉中路出什么装备都没有用了。这波打完，但是他这个装备就是没有什么奇迹，感觉接一个闪现戳啊，哇，太关键了，这个。他真的不想卖票，晨晨。虽然看起来他没有很震撼的场面，但是确实很关键。哇，哦，小白，恭喜二 G， 恭喜二 G， 最终还是成为了 LPL 的四号种子。哇，精彩精彩！真的是所有人可能都在丧失希望的情况下，晨晨站了出来，帮助 RNG 拿下了最后这一张门票。能说晨野阿乐败阿乐。对，呼吸之前不是还说吗？不想要靠积分进决赛，我觉得他反正做到了。对，确实一把剑打开了天地，也为 RNG 拼下了，我觉得接下来两个月的一个未来吧。感觉这波对 RNG 来说是个机会，先杀一个假猴，他的大招往后拉，呼吸哥想绕，这波感觉呼吸哥要进来了，呼吸哥直接闪现戳死了他的，呼吸哥这边还有机会，再说戳的绿毛，一个大招挡一下，对面要死了，对面倒地了，这波 RNG 的团战。呼吸哥他这把先出剑姬打出了身价呀，零换四，但关键还是阿乐被逮了。对，阿乐啥都没干，没交闪呀，阿乐。而且确实这一波呼吸哥凶的有点没道理，阿乐一头懵，哎，你什么意思？就是阿乐可能还想，他可能还想反打来着，没开大，没抓住了这个机会。这波呼吸哥是完美的，他大招留在了最后一刻，这波全打回来了，哇，有点恐怖。阿乐现在后悔莫及，早点交闪，早点交，早没事了，真没事了。看他闪现戳这个弱点，得把他那个戳死了。陈少爷的剑，对，然后给大招，戳死回血阵，哇，帅啊，这波呼吸。难道说陈家剑谱都有逆天改命的能力？陈家剑，呼吸哥真的不想再卖票了，他好努力。是的，这把真的够 C。我们恭喜 RNG， 恭喜 RNG 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翻盘。呼吸证明了自己，我不再是上单质检员，我是上单天花板之一。亮剑，可以，亮剑和灵性，是的。不得不说，呼吸哥这波一剑开天门，不仅拯救了 RNG。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，因为他才是 RNG 压力拉满的那个。在这之前，他是卖票小子，他是凭借病的沾光小子，他是 RNG 的破绽，不被需要，不被看重。如此重的压力与包袱，真的会令人喘不过气，令人窒息。这种时候，一般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那句话：要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而呼吸哥选择了反抗，对命运发出了怒吼。意见帮 RNG 杀出了一个未来。在赛后采访的那刻，本想以假笑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呼吸，被驼子姐一句话击碎了所有的伪装。问问如果说要在这里给第一次进世界赛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，你最想说的是什么？那一刻呼吸终于释放了。第一次进了世界赛，然后是不是这个时候感觉一路以来的这个努力终于有了成果。其实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，
包括刚刚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教练、经理、领队全部在台下举着双臂振臂欢呼：“晨晨，你是最牛的，你是最棒的。”纵有疾风起，皇族不言弃。今天 RNG 终于对得起这句话，没有再复刻18年19年，所以恭喜 RNG 挺进世界赛。最后求个硬币支持，呼吸在搏命 UP 感觉也在搏命，从天黑干到了天亮，我太敬业了。